刘增凯、朱德刚，给全国同胞拜年了。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呀、啊，感觉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啊，爱好罗格苏，玛丽玛丽，这说什么呢？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哦，台湾高山族语言。嘿，我只要一高兴呐、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为什么呢？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啊、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嘿，可你现在不能变。为什么？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啊，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这道理是硬道理。对呀、啊。可说相声就得普通话。为什么？你看。以我来说吧，怎样？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练什么？练嘴。哦，啃树皮哦。我啃树皮干嘛呀？你不是讲练嘴？练绕口令。绕口令哦，哪个我比你厉害的？你。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不可能的。你听这个。好，你讲。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想这个哦？怎么样？笑什么呀？我不会。废话说了你不会。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我怎么错了？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什么叫骗人呢？你不信，你再讲一次。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没有。你吐一个皮我看啊。我，嗨。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你别说这么难听，很不应该呢。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合理的呢？那我就讲出来。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怎么改？照这么说。怎么说？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哦，这样讲就对了啦。你能说了吗？我当然能讲啊。听你的。听我。吃葡萄吐葡萄，绕口令得快，快更简单呐、啊！快了你说不了。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有点意思啊！很简单呐、啊，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啊！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什么？你要这态度，怎样？我给你来一男的，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女的干嘛呀？你不是讲来个男的？嗨。困难的，那你要讲困难的啊！是是，困难的。哎哎，什么困难的？啊，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哎，不可能呐、啊！听这个，你来呀、啊。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你就别提那树皮了，嘴巴很快呢。该你说了，讲什么听不懂了？你叫我讲，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你要解释一下，我给说说。哎哎，要合理哦。当然了。哦，那我问头一句啊，且难。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柯南干嘛呀？什么叫且南？且南就是打南。什么？就是从南边。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呢。怎么了？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这不好听。不好听啊！要不然呢？你像我们三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哦，哎，阿巴。这有共同语言了，聊天呐、啊。那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爸阿爸，哎，腰里别着个喇叭。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你会吹什么喇叭吧？我会那个萨克斯风，挺好听啊。萨克斯风可不行，为什么？绕口令讲究押韵，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那我们做不到了。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什么？你看我这个，前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啊。你那好，前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哦，不好听呐，没法说。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伸缩喇叭，哎，这押韵可以哦。可以，好。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对，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你有毛病哦？又怎么了？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照你说呢，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背着个伸缩喇叭，哎，这样才合理的。切北什么？从北边，哎，对了，从北边来了个喇嘛。哦，喇嘛，总算懂一句，长什么样子、啊？你管他长什么样啊？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就跟你长得一样，哦，高高大大的喇嘛。就这么说。哦、好。他手里提了着。什么叫提溜了？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那你就讲提着啊。提着。奇怪呢，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嗯，我也不轻松啊，我。手里提着五斤塔吗？什么又叫塔吗？塔吗就是塔吗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押什么啊？啊，那我们三地人讲就有押韵啊。你们怎么讲？比目鱼的啦，的啦。哎，对了，哦，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是，改得挺过瘾的。嗯，这怎么说呀？用嘴巴讲啊，就刚才这词儿。对呀、啊。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很简单，你听哦。听你的。从哪一边啊？南边。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对。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是这词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对，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